兄弟们，我真的是服了，这是啥呀？居然撞成了孤儿狗，还有一大堆螳螂。你说一局游戏遇到一个两个就够离谱了，这一上来还来一窝。后面发现校长也在这局游戏里面，还疑似开脏东西在保护那个孤儿狗。怎么说呢，原先是想和我的好兄弟来一把一v一公平对决，因为最近都没遇到什么好的素材，想着搞一个素材的。这下好了，撞车孤儿狗素材不就来了吗？开局我们依旧选择跳科学馆，钢枪加打分啊。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兄弟们应该都知道，我跟布衣两个和那个孤儿狗多少有点深仇旧恨，这一把必须给他爆了。哎呀，落地之后看到右边一个红色裤子的，好家伙，这波那个白色裤子估计就是我的好兄弟布衣了，多少有点被他分心，不然的话刚刚那个孤儿狗直接被我打落地盒。布衣布衣，是不是你啊？是我是我大郎，这把撞车那个数字哥酷儿狗了，上回还嘲讽我们两个，我们不得联手给他干把大分啊？这必须安排他呀，刚刚落地的时候我还打了他好几下，差点就让他落地成盒了。那这样说的话，这小子应该就在这个楼里面了，如果我没看花眼的话应该就是他了。来跟我一起上。大郎这把好像还挺自恋啊，出生岛全是螳螂。我也是第一次在一局游戏里面遇到这么多螳螂，太离谱了。哎呀我去你的，怎么又是你啊焦太郎，还有那个没用的布衣，你俩又来抓我是吧？抓的就是你这个数字哥呀，你上次怎么嘲讽我们俩的？别和他说那么多，来一起上。我真服了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，有脾气别走，我让校长来拿捏你们俩。哎呀，校长什么时候听你差遣了？你让他来他就来。话说他在这局游戏里面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别叫了，你们俩等着就行。我靠，这边上真有脚步了啊！不会吧，校长不会真的来了吧？哎呀，兄弟们，这波说实话真的是很晦气，不知道边上是谁。我们两个站在一起，我也没敢打对面。可是，哎呀，要打不打的，我却把布衣给打了，我真服了。啊！就你们两个臭鱼烂虾打我好兄弟是吧？都给我低调点！现在这个校长的操作还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等一下你就知道到底有多离谱了。我可以这么说，99%是开了脏东西的。不是有突发情况吗？遇到校长，于是我就给我好兄弟布衣发消息，让他过来找我会合。大郎，大郎，是不是你？是我呀！这个校长什么时候变成孤儿狗的保镖了？哎呦哎呦，我去，怎么还刷起来了？哎，我平时看他玩也没有这么厉害呀。这把速胜岛全是螳螂，那么自恋。他怎么还一直刷屏？这多少有点脏东西吧？我也感觉不对劲啊！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把的话，我是不想进圈了。OK 啊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。我们两个不进圈，看他怎么办？哎呦，我去了，真的是离谱，还剩10个人呢。我们俩不进圈，看他怎么办？这不是脏东西，我信都不信。兄弟们，这个时候不要眨眼睛啊！离谱的事情来了，可以听到边上有车声，对不对？我跟布衣两个在这个小屋子里面一动不动，从头到尾都没有露过。好家伙，看一下地图，我离圈有108000里吧，跑到圈外来找我，这……啊六六六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直接给我整的莫名其妙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回放。好，我们在那儿一直都没有露过，对不对？直接开车撞到这个房区。好，可以看一下子，我们左边没有露枪声，直接盯着我们这边，就向我们走了过来，还拉着走位，左右拉扯，直接掏出手来，哎，还拉着小眼睛。要我说，校长你就是细节，好吧？啊六六六，兄弟们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呀、啊？好家伙，还给我小电影，我去大哥的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懂得都懂，好吧，我们都在圈外了，他还过来搞我们。就是呀，这基本都实锤了，好吧。别慌，听酷二狗那个意思，好像这个校长是他叫过来的。我有他好友，我给他拉过来看看。酷二狗可以呀、啊，现在上不了分，都开始坚持和努力了，是吧？什么坚持和努力呀、啊？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我可是绿色主播啊，别诬陷我。那个校长不是你叫的吗？跑到圈外来抓我跟焦太郎，我真服了。我把他拉进来，你们自己扯。校长可以啊，你这个耳机是可以千里之外听呼吸是吧？漏都没漏，直接过来搞我们两个。我都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总之打了就是被打了，别在那给我阴阳怪气的，很不服吗？不服就来二v一。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两个欺负你一样。别说二v一了，我跟你一v一，让我好兄弟观战，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脏东西。来就来，让你们好看什么叫做坚持与努力。